屏东竹田的强中强眼有意思，不是因为唐中汉字起家，而太后托给是艺术的创业高校，是做过舞台设计，未做过演说也曾加倍。穷人回到家乡屏东竹田，就可以去看具有文艺青年风格的松崎连点，特别团菜铁子人结合起来，来推广此行茶土南小旅行，来改变大家对神宗茶的刻板印象。这个是茶的冰块。同茶结作本国工业毕业地位，再同红茶争满，安尼还莫说，但国方再建立成茶乡双麒麟，本身为茶州的士多同林多莫想同城市的茶，是茶味比较重的冰淇淋，然后不像外面那种就是以糖为主打，就那种比较甜的那种，它是茶香比较重，上面甜甜的，可是下面是就是会有点苦的茶，我觉得这样还蛮特别的。通过调查一台一台的检出来，34岁的邱义珍除了卖双麒麟外，也协助盘点竹田乡内的文史资料，编做福建进行乡野调查的平台。邱义珍也同阿爸同菜地特色用业立场。伊为了较高竹田，伊有搬上去，然后我爸爸在竹田开茶店，想要做一个比较年轻化的地盘。做一个裂隙，他跟竹田钢铁卖的裂隙更好去。那么过来等于讲，伊也有认同一个事业的发展未来，也有认同竹田呐。所以讲，伊都变啦，天下都可以做一些事情，都跟我批下。阿爸后生伊讲。来的34岁时节还没讲话，当日检查以后发现是冲突的糖中，经过透过出糖去付出，在高糖的时节还相当顺利。虽然求学同就业的日常辛苦，但是一时都不会感受来的经验情，仍然分享创业变做菜体文化的推素。下届新闻潘神翁频道报道。